风铃下冷气，邀您共赏山里来了熊孩子。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吗？玩水。哎，为什么你们的都好快啊？太好玩了，玩对不对？水豚君，哎，他出来了，他出来了。他吃掉，你再拿走。对，拉拉喂好了。他把脖子伸长，就表示他很舒服。好，我们大家一起看拍照，看前面。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了这么多个日子，然后我们已经去了好多的地方，然后也过了好多的任务，对不对？对。接下来的日子呢，昆达哥哥好久没有去录熊孩子，你最想谁？梅根老师。目前没有。我拢介意哦。毛毛姐姐、洋洋老师跟达达老师。达达老师。果果露露。我想要果果姐姐。我是熊孩子。哥早，哦，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抖脚。你怎么一早就在抖脚？无聊老人在抖脚。担心你的健康状况。你没带机哦。没带机，哎哎哎哎。哇，西瓜哎。在蹦起哦。哇，哎，我们要去玩水哦。对啊，我今天想说带他们去游泳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天气太真的，暑假就是要游泳哎。不是，我觉得不止暑假要游泳，我是觉得哦，我啦，我觉得小孩子一定要。懂一些水性，因为我一直认为游泳是一个求生的本能，就像你会吃饭、你会呼吸一样，遇到水不会怕。我很害怕小孩子很怕水。哎，早早早安早安早安，哎呦，好可爱哎，这颜色很漂亮哦，对啊，这颜色很漂亮。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去。游泳池玩水，因为最近真的太热，而且呢，我们之中有一个人才，没错，虎洋哦，虎洋他会算，虎洋是个人才，不是，不是，他是夏虎洋，因为他以前你担任过多久的？我之前是就是在大学时间有教游泳，然后也都是教小朋友，大概3到6岁都有，哇，那刚好，完美耶，教几年？我教3年了，哎呦，哇，那万一有小朋友不想要学？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分2组，一组就是我们带小朋友去体验游泳，体验游泳，刚开始啊，适应水性。对，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他们已经学会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分另外一组去吃吧。先想好，蒸汽是两个，不是吧？没有，就另外一边，他好像我今天看那个游泳池，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游戏区。哦，我们要分2组，好，一组我们带去。学游泳，一组就带去游戏区，那游戏区就龙轩。好，我来想一下一些好玩的水上游戏。在上面呢，哦，很久没看到他们了，哎，会不会来不认得？你知道我想他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上去滑他们的 IG。哦，我也是，他们有 IG 了，有。本来每个哦，好像那个谁，红豆妹的 IG 好像人很多，而且他最近有代言那个红豆系列，然后我还有去查的，对啊，便利商店，这么小就会赚钱，照片，难怪江硕这么爱，对啊，要提到商机，加油，哎，哎，来了，早安。怎么了？拉拉感觉很久不见的。拉拉，你好。Morning。你好。
没，因为太久没见，一开始还是会生气。哎，你的包包怎么？你还记得我们吧？他们要暖身呐、啊。哎，给我看。还有没有用到啦？我摸机来啦，赶快啦！哎，哈喽！嗨！米菲拿那一只的哦，也太大只了吧，也太大只了吧，我帮你拿，里面有牙。哎，你的训掉了，我的训掉了，好大哦。我才练变呢，你才练变啊，你才练变啊。我跟你说，那个哆啦 A 梦喜欢吃铜锣烧，然后他是红豆的，我就喜欢吃过红豆。开心，很开心，享受今天开心。今天刚好牵到手，有牵到手。我学校点心吃那个。看你吃红豆饼有没有想到红豆？红豆陀螺沙。我最爱红豆耶！耶！你害羞什么？害羞。小公在哪？在喷水枪里面哦，山羊羊哥哥还有面包超人叔叔都在水枪里面。又来了，阿佳，阿佳，圈，你也有带水枪哦？嗯，借我看一下。哇，这个是普通。OK， 这个是棒骨，对不对？这样，对不对 ？OK， 哎，各位，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吗？玩水。对，今天要带你去游泳池，哈，来走了，走，这边，走吧，好热，好热哦，好热，还好，男子汉没有在热的，站在这里不晒的，很晒吧？我说这一圈不晒，这，好，我们躲在这里，我们那个漂亮女生来这里，一点都不舒服，超热的。你今天是第一次游泳吗？对。你会期待吗？还是会紧张？会紧张。一点点，对不对？不要怕。那我们等一下要穿泳衣吗？要啊，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换泳衣，然后就要跳进游泳池里面。他就变水母了。变水母漂。来，要冲了吗？小心！不要怕啦，要用跑的，不可以冲那么快哦。对啊，然后男生就帮男生换，然后我就帮女生换。OK， 好。等你。你的水枪都我帮你拿。我有两个水枪。水枪？那你要吗？我有两个水枪。你有两个水枪？这是你的玩水的用具，是不是？对。好，来，你的裤子在这里。来，我们先换裤子。OK， 好，很帅。OK， 我可以到这里吧？差一点，我的过去就到这里了，这么厉害。来，要不要帮你？来，我整个翻过来，要不要？敢不敢？你啊，好，来。Oh my god！ 啊，女生们一起在更衣室换完衣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可爱哦、喔，就是真的很像姐妹淘，然后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一起在更衣室，嗯，你泳衣很好看呢，就大家会一起看装备，太喜欢那边了，太可爱了。好了，来，加油，教练，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所有的朋友，我们就请我们先来做热身活动了。好，我们从头开始哦，完全的热身，对，六，七，二，三，四。Thank you.
是在那个戏水池，然后所以我就设计了几个游戏关卡。我首先是先设定那个地方就是水中王国嘛，我是里面的龟婆婆，然后就是设定一个小鸭公主，希望他们可以救援过关之后可以获得钥匙。我们一起来解救小鸭公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两个小女生她们真的都不怕水耶，然后就是用游的去找小玩具，所以那一趴呢很快就结束了。今天在游泳池那一趴，我跟康哥还有普阳主要就是教学组，那我们教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没有游泳经验的，像是小红豆，然后圈圈，然后拉拉，哈甲是负责当助教，哈甲真的游泳非常棒。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教学椅上爬行，我们请哈甲哥哥示范，先让肩膀，看那边，肩膀要先全部泡在水里，慢慢蹲下来，慢慢蹲下，然后蹲下，然后蹲下，然后蹲下，嘿嘿嘿。结果他自己一脚咵咚就掉水去，其实今天圈圈有被他自己吓到，好险普阳在中间，普阳赶快一把把他抓起来。那我一直强调，小朋友如果在很小的时候被水吓到，他这辈子都会不喜欢水。他那时候应该是有呛到，所以他有点怕。圈圈这个小朋友，他当他逃避或者他觉得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不想要跟大家一起。拉着他拉的肩膀，慢一点，再慢一点。你要跟上，快点。好，等一下。但是因为在游泳池，如果他自己不跟大队一起，自己一个人落单的话，很危险。像一开始他就是一直非常非常的反抗，然后完全连我们在旁边吹个泡泡都不愿意。对，一起做，你看，大家跟我们都一起做，哎。我们吹到好不好？鼻子吹。来，我们一起吹到一二三吹。快跳，一二三吹。所以他是我第一个直接把他拉到深水池，我带着他一起做的小朋友。所以其实，在安全考量上，我觉得他一定得要跟大家一起。我可能比较认真在跟他讲的时候，他都有去完成跟做到。这个就是一种成长啊，他会知道说其实这样做不酷，可能会有一点点让自己受伤害。我不想去更深的，更深的看不到爸爸妈妈。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他就会比较配合我们上课。但是我觉得他还算蛮喜欢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像软棉棒的那个，可以让他们浮在上面，我就直接把他拉着就走了。起来，小身软，把他放松身体，把爸爸一个左右一起站在他，对，快这样子，就是全部都飘起来了，有没有看到？可是他一拉走之后，他就发现其实蛮好玩的，带他在周围就绕了一圈之后，我觉得他又更熟悉，然后又更放松，喜欢好像还蛮喜欢玩水。你们想不想获得第二个任务？想。那你们是不是想做快手？对。可以游泳池里我的游泳池，把小游的教学上课上面都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方式真的会让我觉得很特别。米菲就是只专注拿一个颜色，小桃专注拿蓝色，他们就只拿这个颜色，也不拿其他颜色，就很可爱，就走很远，然后只拿这个颜色。最让我惊艳的是江硕，他就是一次这样子。
个手法真的有让我惊艳到，我想说哇好聪明哦。我们就很快就把水池里的球都用干净了，不管是大熊孩子小熊孩子都一起帮忙加入，就有感觉到这个小小团体的这个团结力量。因为我今天也比较拍水，是我上礼拜刚做完眼睛的手术，所以我其实眼睛不能碰水，所以好险有荣萱姐姐的帮忙，然后还有果果，所以我就用一个好放松的心情，然后那两颗球浮在那里，我也没有什么任务要完成，它就在那边飘呀飘呀飘，在小小的泳池里面飘呀飘呀飘，这是我今天的写照。好，那我们再照一次好不好？没啊，对啊，对，我们要你心脏好，在你心脏上，你一直在解气。不过你突然心没有了，就会心脏咳，所以我们要去呼吸哦。一二三。我觉得他很听话。他是一个真的非常乖的小孩，他非常照着我的指示去做。他到后面，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水性非常好的小孩。补阳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今天其实进步蛮大的。他是从一个第一次接触水这么深的人，然后到一个到最后还蛮自在。可能因为这一阵子培养的信任感，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成就感。就刚刚就恐怖，因为遐有斜坡，啊，过来我，过来我用酒的时阵，我就感觉无恐怖，啊，过来我搁有藏在一个物件顶过，啊，过来看阳光安尼，舒服。你看鸭脚背，哎。放心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觉得重点是让他们习惯泳池跟习惯水，不一定说要让他们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今天的重点。第三个环节是滑水道。其实滑水道呢，江硕就冲第一个说我要玩，所以我就先带他上去了。吃那个溜滑梯超好玩的哎，然后看到它是从上面这样子滑下来，这样好好玩啊，然后这样慢慢的滑下来，所以我拍到好几张江硕超可爱的照片。然后我拍到最模糊的就是任何果果的组合，果果加米菲，不知道为什么哎，果果的速度都快到爆。我要三二一出发，三二一出发！很多张都是这样，哎，糊掉。可能是因为刚好是一般人有泳裤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阻力。像我的可能就是因为刚好是变成是屁股接那个滑水道，所以我每次怎么溜都超快。小朋友就很喜欢跟我一起溜，因为就是觉得速度很刺激，这样。太可怕了吧！我们拍下来的影片照片呢，真的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在这个环节里面，大家都有很享受在其中。然后到第三把钥匙还是打不开，解救不了小鸭公主，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去号召其他的小熊朋友们一起来帮忙。哇，我们一到学习组那时候，刚好浦阳跟哈夹在比赛游泳。
真的是厉害，我真的必须给他鼓掌。他那个自由式很漂亮，而且那个速度真的很快。但是后来真的，他跟濮阳两个真的游很快。我本来想拍的，后来拍不上。那他今天真的做到一些示范啊！哇，你看游泳是可以游成像他讲这么好。那每一个人看了以后，啊，那我也希望变这样啊！我希望他们将来以后都能像他讲一样，进到水里面这么自在，这么安全。其实小朋友会在意说，我有没有放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会很努力的有让他知道，我其实很尊重你这个选手。然后他最后再跟他一起冲，他会有觉得，因为他其实在游的时候会有感受到我跟他一起冲刺的感觉。对，所以我其实想要给他一个鼓励。我觉得拉拉也很好笑，拉拉是，好吧，那我们加收腹吧，加收腹。啊，我输了，那我先去玩水吧。他就超糗的。来哦 ，OK， 来了来了。我想说，刚刚我们运动量很大，对，要多补充一点蛋白质。所以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一个蒸蛋好了。对啊，好，然后加一些萝卜、花椰菜，然后低筋精。OK， 好，好，我要做这样的风味。我要做红烧鸡肉，哦，配饭。哦，来吧，赞，满满的鸡，那位拉拉一定会很喜欢。你要玩什么游戏？我要玩那个什么？要玩了吗？躲猫猫。躲猫猫？可以躲。真的吗？可以啊。这里躲起来吗？可以啊。好，那你要躲还是我躲？你躲，还没喝，再换我躲。我躲。我还要喝。躲。你还要喝哦。我先躲。好，你先躲。来数，数到二十。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我数完了，你躲好了吗？你躲好了吗？他就是用一个篮子，然后这样盖住自己的头，然后就躲在角落。但他身体这么大，拉拉，我抓到你了。我们两个再躲一次，开始。一、二、三、四、五。想错了。他已经躲好了，躲好了，对，好，那我要来找喽。拉拉躲在哪里？拉拉在哪里？不会在这个篮子后面吧？
好紧啊，他拉得好紧哦。我觉得超可爱，很容易发现的。你说什么？米菲怎样？米菲怎么了？说米菲最近好像很困扰，因为他排名老二嘛，就是弟弟刚出生。哦，他前面又是哥哥。哥哥又已经足够大了，然后弟弟现在可能又聚焦在爸妈的，就是目光，他就觉得好像有点失宠了。我觉得啦，身为家中的老二比较辛苦。我也是中间的。其实是想要夺取爸妈的目光。对，其实不要说你夹在中间了，光我也是，我跟我姐差7岁。小时候呢，我爸买了一台 DV， 然后他就只会拍我，我太可爱了，我在走到哪里，我爸都一直拍着我，然后你就看那个画面里面有我姐冲出来说：“爸爸拍了，爸爸拍了。”好可怜的姐姐。所以我姐为什么小时候很讨厌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其实就是爸妈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你姐现在有喜欢一点吗？哦，长大之后她就成熟了，她就发现有一个妹妹真好，那样跟当她跟爸妈有矛盾的时候，哎，就出来瞧，妹妹出来瞧。如果是家里面都是三兄弟的话，就打架。没有，那就是大家求生存。我爸以前小时候很像军人，因为他自己是来自于军眷家庭，坐着吃饭哦，他会很用力的这样子拍我的背，背挺起来。我们以前吃饭，我们家超像部队的，我爸军人，我妈也军人，然后就吃饭前呢，我们要先坐，我爸说开动，然后吃饭不能讲话，吃饭不能讲话。我有一天去隔壁家，中午我去他家，我看他们边看边吃饭边看电视，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我不是说怎么可以，我怎么会这样？从此之后不想回家吃饭了。也不会，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你一开始会怕吗？我一开始不是要放在哪里？给我。那后来呢？我要打过来我就不会怕。为什么后来就不会怕？老师，你可以跟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为什么后来就不会怕？后来养养狗就可以了，那你就要闭气，对不对？反，你要回去想打地。厉害，我想。想打地啊，那还有圈圈，对不对？圈圈也有啊。大便。哪？你说你在游泳池里面大便？没有。现在。哦，你现在想大便？嗯。好。带他去大便，走。哈哈哈哈哈！你带他，老板走。我去。好了。蓝色啊。应该不是洗手台吧？不是啦。我自己在里面。好。你在外面。OK， 我等你。这里吧，绿的，绿的。还蹲着。那你要坐的是不是？有人，等我们，我们等一下，可以吗？能等吗？还是不行？还是大便。这个边可以吗？好。我自己用蹲的。那你用蹲的哦。我不会擦屁股。好，那我帮你擦。好，等一下。他说他不会擦屁股。因为我没有小孩嘛，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帮小朋友就是擦屁股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挑战第一次帮小朋友擦屁股。好了。好了吗？好，来喽，等我一下。来喽，我来喽。好，进去。我进来喽。OK。等一下，可以吗？可以的吗？可以吗？等一下哦。为什么会有水？因为这是湿纸巾啊，这样比较干净。好，因为之前他都是比较黏康哥嘛，我觉得因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还蛮黏我的。那我要坐这里。好。你要跟我坐吗？那我等一下过去找你，好不好？那是你要坐这里吗？
这个这边等一下还有别人。这很重哦。那我跟你住，还是我跟你住？好啊。两个人啊。很重哦。那你要坐哪？你要坐这里吗？那你坐这里。好、哦。叫我坐在旁边陪他一起吃，这样我就觉得哦，擦一个屁股这样子还蛮值得的、哦。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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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练全能来。我讲多谢，应该讲多谢。嗯，还有什么？来嘛，不用怕。大家把这个吃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不要吃了，是秘密哦。来，大家吃的还是老师的？老师。他跟红豆说：“我想约你去游乐园。”然后后来他才说。没有啦，我想约红豆妹，然后你跟坤达叔叔去游乐园，还有你，还有那个坤达哥哥。你确定还有我跟坤达哥哥，还是你们俩就好？晚上的时候还要住饭店。住饭店，那你跟谁一间？嗯，我跟我弟弟一间。哦。然后红豆妹跟她爸爸妈妈一间，露露姐姐跟坤达哥一间。露露姐姐可能不能跟坤达哥哥一间，坤达哥哥有老婆。那露露姐姐呢？我可以跟你一间。好。那你可以跟我一间。可以啊，可是你吃完饭了吗？我看一下，你吃完再聊天。你还没吃完，你给我开杠力。请大家过来，自己任领一条棉被，然后铺起来。好，来，从这边开始排。他说他有两个，一人先拿一个。江苏是你的吗？嗯。小红豆，小红豆，你有床吗？有，没有。啊，你不行啊，还是要一个。那你这边。那我想跟红豆妹。好，那你在红豆妹旁边，这边好不好？这样。阿雷。啊，红豆妹。红豆妹这边。我想跟红豆妹旁边。这样可以啊，你们俩头这样很近啊。哦。我跟你讲啊，今天只要任何在排位置的地方，今天座位是不是桌子一排好？他说我要在红豆旁边，直接冲去红豆旁边坐。我想要跟红豆妹。那你就坐这边的椅子。不要，我想跟你坐。那这边有跟我坐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为自己争取机会的男人，帅，我欣赏这种。要不要陪你睡？好，那我当你当面好吧？好 ，OK。好的。借我一个枕头好吧？江硕，江硕你会热吗？那我帮你把冷气开凉一点好不好？好。然后我让那个风都摇摆，每个人都吹得到。好，那我们大家赶快休息喽。开了冷气很舒服哦。那你眼睛闭闭。我不要闭。好，那你张着眼睛看。我不想睡觉。那不睡觉，那就不能说话。好，眼睛不闭闭。就我自己哄睡自己的小朋友或是家里的侄子侄女啊，我最好的经验就是，你哄睡通常就是要先装睡。我还在思考我那时候的记忆，我好像马上就秒睡了。看，我姐姐都睡着了，看她都睡着了，难道不睡觉？不睡。不睡。要不我们在家里都没有睡午觉。真的、哦？我想说啊，好吧，那我就陪你们聊天喽。我可以看到你手机有猫咪。你看到了，好，那我就看一下，是我们家的猫咪。那是你们家有养猫咪呀？嗯，
你看到吗？它是有胡子的猫咪。你家有两只？是吗？你家有养猫吗？有一只。好。它经常在拍我们呢。对啊，因为你们都没睡觉。谁在拍你？啊。然后后来我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那我先睡好了。然后我就闭上眼睛，在旁边就不讲话。他竟然睡了，老三，我刚才在路口紧急发现，他竟然还没睡，他还在玩东西。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桃子先睡着。然后后来米菲也才闭上眼睛睡着，慢慢大家就全部睡着。就是有这样一刻的时间要跟他说分开的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准备好了没。对，但是就毕竟还是会，这一刻还是会来了。对。小朋友多在户外这样子活动，那具体要怎么执行呢？参加，这是我刚刚偷偷布置。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我刚刚不是讲有一个什么恐龙救援队吗？对。其实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恐龙妈妈，她的恐龙蛋嘛不见了。真的有恐龙哎？对啊，它掉了五颗，可是呢，还有其他的蛋不是恐龙蛋。哦，假的。对，所以他们要把五只恐龙蛋都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几颗蛋稍微把它藏起来。你看我都会留一点点，蓝蓝的。我懂，我懂。那这个我在想，等一下我们就沙子啊，埋到这样，露一个小尾巴。那这个交给你。好。好。那你去找一颗好地方，那我再去把这几颗蛋藏起来。其实过程都没有真心睡，所以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很可爱的样子。因为红豆妹睡到最后有小小的打呼，对，就是小小这样。啊，连打呼都这么可爱，难怪大家爱他，可爱。小朋友们。我们要起床咯，完全没听到哎。那我们再继续睡吧。起床咯，起床咯。不可能，对不起。这位大熊小姐，起床咯。起床咯。开灯好。哎，他很厉害，他都趴着睡。早安，拉拉，我们起来咯。睡。八五的那种，
他八岁，然后起来是看不到他的脸的。那慢慢起来喽，慢慢张开，慢慢慢慢起来喽。七月快，这个头发很棒哦。拉拉虽然叫起来有点久，可是他起来的时候他就顶多呆滞。对，然后后来起来之后，然后真的要让他整个人醒过来，我觉得也需要10到15分钟吧。就是大家也可以再调整，就是睡午觉的时间这样。大家睡饱了吗？睡。我们看拉拉睡饱。还有一个人在补眠哦。拉拉。拉拉。我只歇下哦。今天是要请小康叔叔准备的。他们那时候叫我说：“哎，你要绑头发。”我说：“啊，不是你们都在吗？为什么要我？”你不会绑头发、啊？好，我跟你讲个秘密哦，我也不是很会。绑头发对我来讲太恐怖，因为我都是儿子啊，我太太也不会叫我帮他绑头发吧？这个对我来讲是我今天真的算压力蛮大的。靠他都不用绑了。他真的很帅。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样不是？好不好看？看不到，太松了。太松了。太松了。哦。你们这么对小孩的头发这么严格，就不知道怎么样他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我第一次绑的时候，我不太敢用力。他们就说很松很松，那我第二次我想好，我狠下心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了。我们帮小康叔叔加油，好吧？小康叔叔加油！可以吗？可以。你看，噔噔，哇，这个就很好哎，哇，美女。绑完，我看那个红豆，他并没有痛苦啊，结果反而那是正确的。好久红豆很乖，很配合，谢谢他。今天我们要有一件事情要成立，森林王国呢，这个时候赋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成立小熊救援队。救援。你们要认得哪一个？你的队员是谁哦？你的队长是我。哦哦哦哦哦！怎么了？怎么会？怎么这样？什么电话？是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刚刚是恐龙话，我相信你们都听不懂。你猜是他讲什么？你猜他说什么？你好，恐龙说你好。恐龙说什么？恐龙打出来跟我说你好。脑瓜点。那我刚刚恐龙讲了一个事情，现在恐龙妈妈遇到麻烦了。哦。因为恐龙妈妈她有生了5个蛋，可是呢，刚才她的蛋突然不见了。然后讲这么多啊？对对对对，厉害的，恐龙很棒的哦。OK， 然后呢，这5个蛋呢就散落在一片沙地里面。沙地？对，蛋在沙地里。对，恐龙妈妈就很惊慌。哦。她一直要找蛋，一直找蛋，找不到，找不到，而且她自己没办法分辨说哪一个蛋是她的，哪一个蛋不是她的。他在痛苦的时候呢，他就到处跑，到处跑，到处会撞到啊，会跌倒啊，所以他现在身上都有一些伤口。受伤了。妈妈受伤，然后他非常的害怕。为什么他害怕？因为他想要看着爸爸。对 ，You good, so good。第一个任务，
由你们来执行。我们来执行。所以说你们要帮恐龙妈妈分辨，把你们挖到蛋，你们要打开看是不是恐龙小宝宝。哦。如果是，要赶快把它保护好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这一组也非常重要。待会我们会发给你们那个药水的喷枪，用喷枪帮它喷药，喷在它的伤口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小宝宝恐龙小宝宝给恐龙妈妈，那这时候恐龙妈妈就会非常开心，她就会带着她的恐龙宝宝回到她的恐龙的窝里面，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今天来我们要一起加油哦，小熊救援队，加油加油加油！找到了蛋要拿回来给你们的队长，好不好？我找到一个了，请开始。来，开始找蛋。找到了，哇，打开看看，早就找到了。来，先打开看一下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恐龙啊！我们的恐龙不是长这样，不长这样哦。嗯，我们恐龙是咖啡色的恐龙。真的哦。所以要找找看。又不是。蓉蓉姐姐是这个吗？哇，不是这个哎，这个是翼龙。好了，我们是暴龙的小孩。哎，哦，咖啡色，这个不是吧？拿起来看看，这一只是吗？拿起来看看，老师这一只是吗？这只也不是哎，我们是咖啡色的暴龙。我放着，这个。好，那你打开来看看。你打开来看看，看看是不是恐龙宝宝？好。哎，哇，不是，这只也不是。来，你丢进来。再找找看有没有恐龙蛋哦。这里。哦，好厉害哦。打开看看吧。哎，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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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哎，也不是。好，那你就关起来，没关系。这个。好。这个。哎，是吗？这个。对。我先帮你保护它，好不好？来，这边站一排。你要哪一只？哪一只？你救我！恐龙来了！恐龙来了！啊，恐龙来了！赶快拿下！快，我们去喷它。帮他治疗，哇，辛苦呢。他一开始，我觉得他真的好会演恐龙哦。他的脚步是，你知道，不是一般这样子，我们在正常跑。我看到恐龙本人的时候，我只觉得他好热哦。那个里面是完全不太透气的，就算连那个透明的布都已经起雾了。说真的，在蒸汽室里面，夏普洋他一直是一个很尽心尽力的好青年。说真的。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他不会只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还你三。这个方面他非常的优秀。要喷那个白色的部分，还有那个伤口，快！恐龙很激动，小心小心！惊喜嘞！小慧，我们来救他。其实我可以感觉到有一些小朋友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害怕，不太敢靠近。那其实只有。哈甲比较不会害怕的，一直靠近去帮他那个伤口射这样子。我说快快快，恐龙妈妈需要我们帮他治疗，他现在停下来了，然后他们才慢慢的靠近。他现在不动了，他现在不动了，他现在不动了，快点喷他！哇，也喷比较舒服，不怕不怕，红豆来，你喷他这边，对，他现在有舒服了，哇！有，它比较舒服了，你看。啊，还有头上这边，它的头还是白的。这里这里，很棒很棒，有有有。它那个声音是它自己叫出来的吗？很厉害，我以为是里面有什么发声器还是什么东西，很适合当恐龙。你们有找到任何一只恐龙宝宝了吗？找到一只了。耶，找到一只了，太棒了。还有好几只哦，还有四只，对，你的数学非常好。这里要不要掀开来看一下？
在这里。哦耶！我看看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哇，他是谁？不是，这里。啊，找到了！哎，谁找到了？第二只。哇，两只了，好，来这边找找看有没有。这里。对，快把它挖出来，好，拿去给队长，快点。找到了。又一只。第三只。哇，太好了。还有两只。还有两只，快点。好难找啊。加油，还有两只哦，加油！恐龙妈妈好像快要平静了哦。好，我去看看恐龙妈妈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它舒服了。哇，它的脚都很美好。啊，哈甲那个脚再喷一下。对，白色的地方再喷一下。感觉恐龙快要好了。恐龙快好了吗？对。好。好了。那我去看蛋怎么样了。好了。这里会不会有？我们把它整个拿起来好了。嗯，看一下。那我看它底下。你挖一下。啊，怎么了？有在这个底下吗？啊！找看看。这里。耶！啊！哇！第四个，最后一个。是啊。还差一个，对不对？对。OK， 恐龙妈妈现在已经医治好了，她现在等她的宝宝哦。好。所以我们要加快脚步。我们努力找最后一只。我们的宝宝，宝宝在哪里？好了，我们一起回去找恐龙蛋。好了，停止射击。恐龙妈妈好一点了吗？那我们要扶着她，要扶好她哦。她现在很辛苦，我们扶着她走好不好？你看，你有没有摸到她的手？红豆跑来牵着我的手，然后带着我去找，就是我的小恐龙。我那时候瞬间超感动的，因为其实我在跑的时候，我有听到，其实红豆是很怕我的，但到最后就是他给我感觉是他真的很想要帮助我，然后我也很感谢小红豆有这么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就是可以感受到小朋友们他们对于接收到讯息很纯真单纯的信任，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小熊朋友们身上学到的，当你用最真诚的状态去对待他人的时候，我相信他人也会用最善良的心回馈。我们治好恐龙妈妈了，好，超赞，恐龙宝宝还差一个吗？对，差一个咖啡，还是我们来支援你们。对，支援，来，你们来支援，快点来找最后一颗蛋。最后一只恐龙蛋在哪里？不是，我们要打这个咖啡色的。加油，恐龙妈妈真的要死掉了。不是啊，他很担心的。他很担心。都治好了。但我们就一直找不到那颗蛋，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个恐龙妈妈。在那边这样子一直很辛苦的焦急的等待，我就想说很想帮他赶快解脱，可是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一颗蛋，可是还有个小孩不见了，他倒出来看看。哦，好，哦，有可能。那一只不是吗？我觉得今天这个救援队感觉很棒，就是我们分两队，但是我们完成的是同一个任务，所以这有一点就像是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是一种团队感。其实每一个环节你都会发现，哎，哈甲一开始是会比较排斥，觉得说，哎，我年纪那么大，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玩？我们可以解散了吗？还不行，还没支援前线。我不想玩哎。啊。喜欢跳卡加布列岛吗？我觉得太幼稚了。但到他现在这样，他会觉得，哎，我是一个哥哥，我要照顾你们，我要教你们。我自己拿出来。嗯，好吃吗？嗯。像今天恐龙妈妈，她也是比较带头的去治疗伤口啊，让任务更快的完成。然后她也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再去找恐龙蛋，就我觉得都是他们不一样的改变。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帮了我们的恐龙妈妈，对不对？对。然后找到了五个小恐龙，对不对？对。然后先给自己掌声鼓励。那今天呢，是我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对。但是刚才我又接到一通电话，哦，又有新的任务了。
因为刚刚有一个动物王国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有很多动物需要帮忙，所以说我们明天我们要出发去帮助这些动物朋友们。可是今天的任务跟明天的任务比起来的话，哇，明天的任务会难很多就比今天的还要更辛苦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回去以后好好睡觉好不好？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大熊朋友们都不在？有谁不在？面包超人还有谁？洋哥哥还有谁？露姐姐。好，我们来讲他们的好话。露姐，我上车了，等一下准备出发咯。好，我们要开多久？应该一个半小时吧。辛苦你了，今天也是会一场硬战。谢谢。先补充一下，喝个滴滴滴。对，早餐还是不够的，要再补充一下。哎，不踩油门不会走。到底行不行？要不要？可以。可是正常放刹车就会动啊。还是手刹车？不好意思，我车子没有手刹车。Oh my god！ 没有，我没有开过有手刹车的车子。到底行不行啊？可以。如果我们要不要改搭计程车好了？不会，可以啊，我开车开很久。对啊，我们自己付钱，很安全，很安全。那他们要搭什么车去？他们坐另外一台车去。已经有了。我们在动物王国就会碰到他们了。我们大家先来讲对面包超人的感觉好不好？行啊。你先。你觉得面包超人很好，因为他每都会煮饭给我们吃。他每次都会煮饭给我们吃，而且煮的怎么样？煮的很好吃。很好吃。哇，你印象最深刻是他煮了什么？如果我说我想要吃的，他都立刻煮。他都会煮出来，对不对？立刻煮哦，好厉害哦！他现在有个习惯，他只要肚子饿，他就跑来找我。其实对一个做菜的人来讲，会蛮感动，就是被人家喜欢吃你的东西。面包超人很搞笑，搞笑是吗？他是最搞笑的吗？嗯，最搞笑的，没有人比他更搞笑了。对哦，哇，他一定很开心。来，面包超人很帅，他每天都会变得好笑。我跟哥哥加起来就更好笑。你跟哥哥加起来更好笑。好，面包超人很帅，他每天都会跟你玩。他会跟我聊天。会跟你聊天，面包超人。好可怕！好可怕！为什么？面包超人好可怕。他会。他太疯狂了。他说很好玩。好像有啦，有的时候我会突然变得比较幼稚一点。我不知道干嘛，我就啊一直叫这样，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好，我们来到废物妈妈育儿农场。这画面就已经很可爱了。真的，对啊，这个图也很可爱。所以里面会有个废物妈妈吗？是啊，来，哎嗨，大妈你好，你好。废物妈妈本人吗？蛋妈。蛋妈。真正的名称叫蛋妈。哦，蛋妈。大妈好，大妈你好。好可爱哦。大妈，这个地方成立多久了？我们成立大概三四个月。啊，才三四个月，成立三四个月，很新哎，刚开没有多久。而且我跟你讲，大妈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哦，因为其实当初是为了一群弃养的动物，所以你才成立这样的一个场所。我的大伙他们是以前是养鹿的，然后他们梅花鹿因为老了，所以他们没有要继续养。您的亲戚老。对，然后我以为说梅花鹿老了，我不要养。这不是亲戚老了，然后梅花鹿其实对鹿场来说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哦，是哦。对，因为他们的鹿茸没有水鹿那么大。啊，对。所以他们等于是如果没有人去收养这一批梅花鹿，他们会要去鹿肉场。
好，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就把它接手。哦，但是养这么多梅花鹿，就需要是一个农场，对，才是合法的资格。对，哦，好有爱哦。那现在有大概有多少种动物？我们现在大概有10种左右，10种左右，而且都是很可爱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小朋友都可以亲近，对，小朋友都可以亲近。太好，我们三个人还是我们要准备一些任务，才会让小朋友带回他们进行。嗯，所以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去看一下场地？那我们三个自己去看看，因为很简单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大妈，谢谢大妈，谢谢，谢谢，走吧。那我们现在来讲露露姐姐好不好？谁要先说？谁要先说？举手，举手。哇，好。那我们先请那个拉拉先说。他一直每天一直跟我玩。他每天都跟你玩哦。他跟你玩什么？玩每个东西我想要玩的。哦，每个东西他想要，你想要玩的。哇，那你呢，红豆？可是我感觉跟他们，我跟露露姐姐。来，你先让红豆说。你先让红豆说。我感觉露露姐姐对我很好。对你很好。嗯。还有他，因为他我出去玩的时候，他都会陪我玩。他都会陪你玩哦，而且他会跟你讲台语，对不对？对。爱跟你讲台语。对，我讲给他听秘密，他都不会讲出来。你确定？好像真的，他都不会讲出去。那你可以跟我讲秘密吗？真的哦。对，你可以跟我讲秘密，但是我不会讲出去。那你不要讲出去。不要给雅安哥哥听哦，不行哦，不行，给雅安哥哥说，不行哦。好，我真的要滚，我要让给那个雅安哥哥赛车的，然后还用包装包起来，然后是他的礼物。跟露露姐姐没有什么。下次你如果真的成为，要你那个。然后是公主的，然后也要用包包包。嗯，公主娃娃好吗？好啊。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 A 区。A 区。对对对。我跟你讲，而且驴啊，待会要跟小朋友讲，小心，因为驴会咬人。嗯。对，小心手指头，因为它分不清楚你给它是红萝卜还是手指头。对对对对对对。知道吗？那有时候像我手指比较肥，它就以为是一样。甜不辣。对。哦，他不太吃甜不辣。这边也有这个，你看。你看，我长得是模仿的很像。这是你录的吧？对，我。来了，女朋友来了。哎，你们可以对话。哎，你。嗨，梅花鹿。我是我 ，Hello my dear。有梅花鹿说是我拯救了这些。My dear, my friend。My dear, 你太冷漠了 ，My dear。对啊，你。冷酷哦 ，My dear。OK。他在巡视自己的。哎，滚了，哎，滚！你看他。哎 ，Hello。他在打瞌睡，他在打。果果。果果。果果的化身。果果。他就是果果。看到谁了？怎么？我们看。小熊救援队出发！来了。啊！我也很兴奋。嗨。辛苦了。辛苦了，来，大家排好队，站好。来，我们排队。来，排横的。来，我们排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你知道吗？因为啊，动物王国的国王啊，他年纪很大。哦。那他现在因为年纪大，他没有办法治理他的动物王国，所以呢，每一个动物王国里面的动物啊，他们都心情不好，很难过，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帮他们了。我跟你们说哦，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两组的救援队，对不对？嗯。那我们有各自的任务。好。那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大家要一起合作。好。我们来欢呼一下，来，手来。大家我们一起来。小熊救援队，加油加油！我还是秉持这个原则，就是尽量让小朋友跟大自然在一起，然后尽量要小朋友走出教室，然后来到户外，而不是说变成没有冷气是不正常的。慢慢的，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喜欢出来外面玩。外面可爱到不行，准备好了吗？好可爱，是沙包啊！有看到好多动物，对不对？小丑过来了，
杨婆、草泥马。嗨，嗨，来了，嗨，大家都来了呀！你们怎么都来了？黑皮羊，它是小毛驴，小毛驴，它超乖的。你看，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它只是在哭泣而已，它很乖。你看，它摸摸它，好像有点多了，要不要摸摸它？这个是什么？它只是在呼吸而已。它怎么，它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大只？对呀，眼睛很大只，而且它一直在东看看西，它在认识你们。在我们救援之前，水豚君来了。哦，看到了水豚君喽。救援之前，我要先发给你们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所会需要跟用到的地图表。整个完成之后，才可以获得动物国王的印章。好，你们看到水豚君会吃这个，你看。我看。嗨，猴子。水豚君吃这个，水豚。这个是一个邀请函。美丽的蓉蓉跟小熊救援队员们，你们好。今天有一场属于黑鼻羊的晚宴，这个晚宴最重要就是要传达黑鼻羊的团结之美。请务必打扮成黑鼻羊最美的样子，一起参与这场晚宴哦。那这个邀请卡上面说留下了一些需要的衣物，所以我们去找一下它留在哪里好不好？它会用礼盒装起来，你去找找看哪里。找礼盒，像寻宝一样。礼盒在哪里？哦，可以吗？叫我们去那里找找看。对啊，哪里有礼物盒？我们找礼物盒。礼物盒是哪里？礼物盒在哪里？哪里有礼物盒？礼物盒。哦，这是什么？是礼物盒吗？你拿得到吗？哇，我们找到礼物盒了耶！这里。哎，哪里？这里。哎，小桃发现了。太快了吧！小桃发现礼物盒了。找到了，我们也找到一个了。我们那边是不是还没有找过？那里看看，好像是那里。哪里？因为那里是红色的。好像有一个耶，好像有哎。来来，去看看那是不是礼物盒。哇，好心的哥哥，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帮我们找到礼物盒，谢谢哥哥，谢谢。谢谢，哦，好重哦，重哦，这个好重哦。那里，哎，那里没，哎，哇，还有一个，哇，里面好厉害，谢谢你，谢谢。哎呦，来，我们带着礼物盒来这个桌子这里。来，总共有几个礼物盒？1、2、3、4，四个。那我们从哪一个开始打开？这个，那最很小这个先。好，小，最小到最大。那小桃先打开，我们轮流开哦。哇，哇，什么？这是黑色的什么？袜子。这个，来，我们来开一个，轮流开，你再开这个，可以吗？我来打开，我可以。哦，这是什么？手套。手套。那等下我开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好可爱。耳朵跟口罩，那这个蓉蓉姐姐开好不好？好，因为我收到这个邀请函，我很紧张，我很怕我打扮不好。是什么？来，到底是什么嘞？哇，好热！哦，皮毛毛，好多的毛，好热，好热啊！那我现在这样有没有跟黑鼻羊长得很像耶？有，帮蓉蓉姐姐拍个照好不好？好，就这样，耶！哇，好像哦！哎呀，好可爱。第一个任务，国王他有一个他最爱的一幅画，但是被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捣蛋鬼恶作剧弄脏了。国王他很生气，他希望小熊救援队帮他找出这个捣蛋鬼是谁。你看，这个就是国王最爱的一幅画，但是你看到上面没有？有脚印，被人家踩了。国王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有一些是不一样的脚印？哎，不是不一样，它这个动物就是这样子，一个三只脚，一个四只脚。还有，你们发现国王最爱的这幅画长得像谁？长得像谁？
是不是蒙娜丽莎？蒙娜丽莎，她是不是有点像面包超人？哪有？哦，好，不像。扮蒙娜丽莎那个脸更大了，我的天哪！我会尽量不要让我儿子他们看到这一段。刚刚哈甲觉得可能是鸵鸟，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鸵鸟的脚长怎么样？有没有？我们远远的看。它是两个而已，好吗？而且它是不是脚很大一个？不太像，因为那个它只有两个，然后它有三个的。它有三个跟四个，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驴子好了。这脚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它圆圆的。它是圆圆的。我们去看我们的水豚君，哎，它出来了，它出来了，哎，有没有看到它的脚？来，你们看一下，四只的，它四只的，四只对不对？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幅画，不是它后脚是三只，哎，后脚是三只，你看，你看这一幅画，对，有四只，后面是三只，所以这个恶作剧的人是谁？是谁？他，水豚君，对不对？对。那个哈甲，你用那个洋洋哥哥的相机手机拍一下他们的照片，好不好？他拍不到，哎，那他没有很远。羊驼在跟我们讲话，他说他有任务卡要告诉我们。夏天到了，羊驼公主的食欲变得很好。现在羊驼公主的红萝卜全部都吃完了，要请小朋友准备红萝卜给公主哦。好，啊，怎么准备？你看到了，你好厉害哦！红萝卜是不是？来，我们出发吧。我们去切红萝卜。我们走过去那里。老师那边是不是有好多红萝卜？来，一人做一个。这是小朋友的包。我想要拿这个的。小心，那是小朋友的刀。来，等一下呢，我们就是拿这个刀，把它切成直条的。哦，这样子切直条的，一条一条。要小心手哦。然后放在这个篮子里面。好。好吃。好。哇，你看切好了。啊，等一下。好，大拇指小心，来用力往下压，切压哦。对，你看啊，那我们先把这一条拿起来。好，你切好多个，对不对？切切切切，切有没有完成了？有一条了。好，自己切的。好，再来。我超级怕它会切到手，因为那需要一点力量。不过这时候我真的有很感动，因为我看到对面的两个女生，她们的速度比较快。我们这边也淘宝了，我们这里好多个有。对。好了，切完。他们那里还没很多。我们这边比较少。我们要帮忙那里。好啊。这是不会痛。给你们，谢谢。你看拉拉跟我们分享，啊，我们的谢谢拉拉。然后那时候拉拉就分享给我们他切的胡萝卜，而且分享了好多，让我们那一篮很快就满了。我就觉得很感谢他，就是除了自己在享受这个过程，还不忘于要分享。我现在来讲第二个任务了。动物国王他其实年纪很大了，他的耳朵不好，眼睛也看不太清楚。Oh my god。他希望我们可以听一下声音，然后帮他找这个新的继承人。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听每一个动物的声音，好不好？那我先学一个声音，你们猜是什么，好不好？好。啊啊啊！乌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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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还有没有人会学动物叫？我会。你说，你叫。这是什么？哦，大象。大象，会喷水，对不对？我以为是赛车。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非洲鸵鸟？来，来，你们看哦。有。哇，这边可以听声音。来来来，快听听看鸵鸟的叫声是什么。会害怕的，是不会害怕？有没有听到鸵鸟的叫声？有没有听到鸵鸟的叫声？我跟你们讲啊，鸵鸟跑很快哦，有的时候啊，狮子啊都追不到鸵鸟。等一下可以换我啊。好，那我们来去前往第二个动物的地方。OK， 走。好，驴子在这边，我把它移过来。Hello， 要不要吃啊？来，圈圈过来一点。那我牵你的爪。好，江硕你按给大家听。哎，它声音有没有很特别？嗯，驴子就这样叫的，知道吗？好，那我们再去听第三个动物的声音。
前面是乌龟。阿甲来。可以换我按吗？好，那我们换小红豆按一下，按开始。这是什么？动物国王有跟我说，这一个接班人的声音呢，他是有点年纪的，有点年纪的，而且他会感觉叫声有点像在咳嗽的样子。我刚刚有听到的是那种的声音。你刚有听到吗？你觉得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可是我有听到那种声音。那我们要去检查吗？好，我们去再去听一次那个其他动物的声音。羊驼，羊驼，羊驼，吃粉粉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我来，我先。你看这样，好像很乖。来，我们拿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一个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哦。我不想。好，没关系，我们先在这边。好，我们等一下，我们排队。来，你要吗？你不要。不想。哈拉拉好勇敢，对不对？啊，你要握好哦，它吃掉你再拿走。对。等他吃完这一根，最后一次放手，哇！他吃得好开心，对不对？他的身上都脏掉了耶。小桃，你会怕对不对？他会有点怕。不要怕。他不会，你看他好乖哦。那你在我旁边来，我保护你。来，我保护你，来，在我旁边来。那我怕会吐口水。他会怎样？吐口水。你怎么知道？他现在你给他吃东西，他不会吐口水了。你看我们羊驼，你小心些，差点给他亲到。拉拉就是真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开始就觉得我们都是朋友。那你等他，你等他吃完吗？还没吃完呢，还没吃完。你看他的眼睛。吃完了，吃完了，我们喂完了。不要怕，他想要，他也想吃红萝卜，对不对？好，不要怕，不要怕。他在吃我的帽子。他在吃你的帽子。我帮你拿这个，不然他们会。你在我后面。这里，这里。你在我后面，你在我后面。小桃从小也都很害怕动物，那些小动物，我们来看小动物，可是对他们来看是跟他们长一样大的，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小桃的害怕。对，所以后来我有一半的时间就是把他抱着，就是他是这样夹在我的身上，因为他太害怕了。我们来听，再听一次，有没有在喘的感觉？有。觉得是驴子的举手。你也是。没错，国王的继承人就是驴子。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驴子啊，它天生就有一种刻苦耐劳的一种特性。国王就把这个继承人的这种任务交给驴子，因为他就会把他的任务跟他的事情都做得很好。那你们会不会驴子的叫声？你们刚刚有听清楚吗？我会。你学一次我看。啊？哎，有点像哎。来，我们排队给濮陽哥哥盖章。在我们喝水休息的时候啊，我收到了第三张啊，这么快？任务卡有这么快？我来看一下这上面写什么。迷你马公爵要结婚了，但是缺少了造型师，要请小朋友们帮忙梳头护发，最后绑一颗帅气的发型。我想哪位？你看他的头发现在是不是有一点乱？对，有一点毛躁。那我们来帮他梳毛好不好？好，好，我要去抓身。哎，不要靠近他，不要撞屁股。对对对，这样很棒。好多次。然后梳这里，轻轻的刷，轻轻的，很舒服。你看把毛弄下来，对不对？看他都不动，让你梳，你看很舒服，对不对？你要去试看吗？不要。挤一点点打油，然后这样搓搓搓，搓一搓，然后这样摸，你手搓一搓。对，你看他好舒服，对不对？那我们来帮他绑头发喽。如果你不是绑头发大王，哎，对，轻轻的来，绑头发大王，绑头发大王，来，轻轻的，好，轻轻的，这边绑好了，哇，绑好了，哇，你要帮他绑辫子哦，你看拉拉，哇，拉拉好会绑哦。
它是那种麻扁哦，很花俏。米菲是花俏在它想绑很多，然后很多颜色。桃子就像大姐这样，因为它有点怕，可是它又没有要过去靠近那个马。他说：“你那个辫子绑错了，因为他今天要结婚了，我们要帮他，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远端遥控那个拉拉，哎，好像对每个人的个性也不太一样。新娘子来了，哇！新娘子来了，你看，新娘子。好，我们大家一起看拍照，看前面，耶！啊，你们听一下，各位，我们第三个任务是动物国王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一个忙。什么忙？因为乌龟爷爷他跟国王说他的背好痒，而且他年纪很大了，他抓不到他的背，所以希望我们的小熊救援队可以帮他抓痒。我们跟着那个总司令来，小心哦，圈圈进来，圈圈走吧，快点进来，赶快赶快，圈圈圈圈，还是你希望在外面看好。那我们只剩下三个小熊救援队了。哇，哈甲来，乌龟爷爷在这里，你看有没有看到，好大只哦。有人想要帮乌龟爷爷刷背吗？我。好，哈甲自愿，先这先给你。那我们小熊队在旁边看哦，哈甲哥哥在帮我们刷背。小红豆想不想刷一下？好，这里。红豆，其实我还蛮意外的，因为你说有时候小女生反而会更害怕，可是红豆反而是主动的过来的时候，剩下就站在那边两个男生站着。其实他远远的一直在看，所以我知道他想参与，没有办法让他参与，我觉得很可惜。我说我抱你，但他其实不愿意，我是强行抱走的。抱你好不好？抱着抱着。爸，你哎呀，好不好？不要，没关系，没关系，我不会放你下来，好不好？我不要，我不会放你下来，我会离他很远。你看，小红豆在帮乌龟爷爷刷背，他把脖子伸长，就表示他很舒服，他觉得他要散热。这里，这里还可以，脏脏的啊。江硕，你过来帮忙浇水好了。还是我来浇，还是我来浇。好，你来浇吗？给你。他主动说他要下来，他想要也帮乌龟刷刷背，他也想要喂食，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帮他做一个突破口，他其实会很想要参与。对，很好。哎，你跟。对啊。好。你看，我其实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乌龟，那是小时候的脚脚已经在天上，我好想它要回来。好，希望它有一天再回来找你。来，现在要进行最后一个步骤喽，用凡士林啊，把它的一些有点破损的地方擦干擦亮的话，它会更健康。没错。能不能啊？那边龟裂的地方帮它擦一下，还有这里，帮它再擦一下。它会好是吗？是小熊队啊，小熊救援，是不是要帮忙？擦一下下。刚刚羊驼怎么吃饭？你再试一次。这么凶哦！啊，刚刚羊驼，你有看到怎么小桃？羊驼怎么吃饭？假装我要喂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假装我要喂你了。会有这样吗？米菲，刚刚羊驼怎么吃饭？好，我换位。在干嘛？因为他们在模仿刚刚羊驼吃饭的样子。你给那个哈甲哥哥看羊驼怎么吃饭。啊，不想也敢，因为太丑。你看羊驼怎么吃？
那你吃吧，丫头怎么吃？啊，你来了，藕包好了，哎，你都给我装傻。哎，他不是用藕包的呀？不用啦，吃你自己哦。怎么了？体贴好瘦啊，好像老虎头发都垂起来。太好了，来，小熊救援队请进场。来，小熊救援队进场。来，左边。麻烦两位小队长把自己的队伍整理好。来，大家站这里。不好，来站好。好了，那刚才那个动物王国的国王有跟我讲了，他说谢谢你们。那你们今天呢，确实帮了很大的忙。那现在所有的动物呢，他们心情都很好，尤其是那个迷你马，哇，结婚了，我们乌龟应该也是心情好，乌龟开心死，对啊，因为它的肺上啊，完全焕然一新，跟打蜡一样，打蜡，哦，你们洗肺哦，对，很漂亮，那每一个人都完成你们的任务，给自己掌声鼓励，耶，很棒啊。今天我们也有在动物王国完成任务之后得到的动物王国勋章。那今天有个新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又有新的事情了。对，就是两队哦，请选出一位今天的 MVP 哦，就是他今天对大家的帮助最大，然后最乐于参与我们的活动，你们的 MVP 要颁给谁？预备，请开始。好，来，请问。他叫给我。嗯。张叔哥，你都开车。不要管他。好，因为我觉得他俩最后还是我比较在帮忙。嗯。他真的是蛮乖的。小红都玩，小红都今天很积极在参与。知道了。你觉得他家哥哥会不会还好？还是其实想过，他今天有帮忙擦，但是麻烦的小红都。嗯。那就是他很配合那个活动。今天最可能最不怕，然后最跟动物一起玩。我不怕。然后有喂他很多东西，然后也有帮助其他的小伙伴。我有。好。哦，小桃没关系，我们今天比较害怕不熟悉，我们下次再勇敢挑战，好不好？女生的话，我们在切小萝卜的时候，我们这已经讨论完了，还在讲。我们任务三个很早就完成了。对，其实有些话可以回去再聊。其实我们只是要选出一个 MVP。啊，你说要讨论呢？啊，你刚刚不要说讨论，我就直接告诉你是谁就好了。哇，差好多哦。你刚不是讨论，你刚刚完全是劝说的嘛？对啊，我们劝说一下。啊，他们刚刚没有在讨论啊，完全劝说。好的，请问 A 队 MVP 是？我们打算颁给小红豆，小红豆，掌声！因为其实大家每个都表现得其实非常好，而且他刚刚每一项任务他都非常非常的尽力，然后都很配合，然后也都是完成的非常的棒，嗯，哇，恭喜小红豆，来我们为小红豆掌声鼓励，太棒！好，那你们这一队是哪一位呢？拉拉。好，得奖原因是他把那个动物味道快吐了。对，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在切红萝卜的时候，他有乐于分享给我们的队员。就是，我跟你讲，我们特种部队就是这样。动。Thank you， 恭喜你，恭喜恭喜。好，为两位 MVP 掌声再一次鼓励。鼓励鼓励，开头。我们有事情要跟大家说，大家这几天都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这几天都跟每一个大熊孩子都玩得很好。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安静下来听我们讲，好吗？好。这件事情是昆达哥哥要跟大家说的。好，那我们听昆达哥哥要跟大家说什么。好。各位。对，这个这是拉拉借我戴的手环。
等我下课再给我。好，那我先在我这边。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了这么多个日子，然后我们已经去了好多的地方，然后也过了好多的任务，对不对？对。我们帮助了很多动物们，然后接下来的日子呢，昆达哥哥应该就不会再出现了。其实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山里来了熊孩子，现在就按赞订阅，并加上小铃铛，一刻都不要错过哦。